在全球享有超高人气的女团 BLACKPINK 近期即将面临续约问题，而近日就有网友在 D 卡上忍不住发文询问，就我觉得 BLACKPINK 差不多了吗？引起热议。只见该名网友表示自己曾经很喜欢 BLACKPINK， 但在他们来台湾开完演唱会后，喜爱度大幅锐减，种种的商业模式行为对粉丝的不尊重，越来越失去灵魂的四闺女，对他们感到很失望。而对于近期传出 BLACKPINK 可能不续约的消息，该名网友也表示我心里很平静，同时也觉得 BLACKPINK 的时代也够了，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而文章一出，就网友不认同的表示，根本没人在意你觉得怎么样，他们也不差你一个粉丝，不喜欢就默默离开吧。我敢肯定，他们如果有续约，一定还会再创纪录的。